品牌活动 WJSF 霹雳舞世界系列赛香港2023在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展开，过百名霹雳舞运动员在第一日赛事参与海选，竞逐男女子各16位入围资格。海选赛事，中国香港男子代表 B-Boy Thing 曾子华以330.5分位列第30名，紧随的是36名的 B-Boy EX 张卓文及44名的 B-Boy C Plus 施嘉欣。女子方面，中国香港女子代表 B Girl Banan 黄超慧就以283.9分位列第30名 ，B Girl Ivory 张丽仪位列第37名，而 B Girl Lady Little 陈嘉怡就位列第40名。次日上演男女子组的16强小组循环赛及8强赛事，经过一番激战之后，男子组4强分别是日本的 B Boy Isin 零川一心及 B Boy Hero Ten 大能官飞，以及南韩的 B Boy Wing 金宪优及中华台北的 B Boy Quick 孙振。最后，年仅18岁的 B-Boy Isin 以2-1险胜南韩的 B-Boy Wing 首夺冠军，而铜牌战就由 B-Boy Hero Ten 以2-1击败 B-Boy Quick。女子方面，入围4强的选手包括2位日本选手 ：B-Girl Rico 津波古尼森及 B-Girl Ayani 半井彩梨，乌克兰的 B-Girl Stephanie 及意大利的 B-Girl Anti。决赛由年仅16岁的 B-Girl Rico 以2-1击败 B-Girl Stephanie 首夺冠军，而铜牌战就由 B-Girl Ayani 以2-1击败 B-Girl Anti。日本一共攞到4面奖牌，成为今次赛事的大赢家。获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颁发的 M 品牌活动，标志住紧张、精彩、刺激的大型体育活动。有 M 标志，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国际大型体育城市。